9698，今日讲啲呢只啦，潜力股，万国数据啊，呢个做数据中心噶吓，咁呢只咧就特别睇咧，做数据中心嘅，咁啊有个气氛啊支持嘅，或者国策咧就有利佢嘅气氛嘅，就系讲紧咩咧？东算西计啊嘛吓，诶东数西算已经咁啦，东数西算啊，只要。啲咧數據中心啊嚇，嗰啲嘅國策，即係基建啦、新基建有關嘅啦，有一個新嘅國策，咁就想喺東邊咧就做多啲咧數據中心啊，就擺去西喺西邊啦，做多啲啦數據中心啊啲嘢啦，就將東部嘅數咧掟喺度計啦嚇。咁換言之咧，都係同數據中心有關啦嚇，大數據啊諸如此類嗰啲，就數字經濟有關嘅啊國策，咁對佢咧做數據中心咧係有利噶。咁不過，就佢嗱走勢圖都唔錯噶，呢個係頭肩底嘛，肩頭肩已經升緊頸線啦，走勢係唔錯嘅，國策上咧係對佢嘅業務有利嘅，只不過咧要特別留意嘅就係呢只股份暫時仲未有盈利嘅，呢個咧就投隻所在，投隻所在咧，咁所以咧就雖然佢個走勢上有潛力，市場氣氛上有潛力，但係咧佢嘅盈利方面咧就未有嘅，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咧，都要咧就擺好止蝕位咧先好留意啦，咁啊止蝕位咧。可以摆喺咧就惯例啦，右肩嘅水平，右肩嘅低位系39.95，咁可以咧就待股价咧系考回头啦，考验翻呢个接近位，考验呢个右肩低位嘅时候咧就吸纳啦，就搏佢咧，到时如考验支持之后再升，先系挑战咧就头肩底颈线，跟住最好破埋上去，即系个操作咁样啦。但系咧强调啦，因为仍然未有盈利嘅呢只股份啊。所以一定是投機性的操作，要擺好止蝕位，同埋到時咧真係穿就真係要止蝕啦，唔能夠咧就磨爛隻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個虧損咧就比較可能，如果真係虧損嘅話咧，可能比較大噶，所以要小心啲啊！呢個係強調係投機性嘅操作。